各位好，上期介绍先祖燧人氏，这一期介绍先祖伏羲。伏羲是中华民族先祖，也是陈氏远古先祖。燧人氏时代大约在离现在的1500年左右到9000年之间，伏羲时代离现在大约7800年到4800年前。盘古时到燧人氏，到伏羲，到少典，到黄帝，到舜帝，再到陈氏德姓始祖陈满公。所以伏羲是我们陈氏的先祖。中国的远古或者上古历史由于资料的缺乏和时间的久远，所以留存到现在的传说呢是非常珍贵。虽然很多呢互相矛盾的地方和不可理解的地方，但是通过现代科学和考古的发现，慢慢找回一些真实的历史，但是不能说是100%的准确。如在中国的传说里面，燧人氏呢是伏羲的父亲，但是从现在的一些考古判断，其之间的时间跨度比较大。目前这里只能说是伏羲是燧人氏的后代。伏羲呢是华夏民族人文先祖，三皇之一，亦是以女娲同为妇孺社稷之正神。《左别书记》传其为创世神。伏羲是中国最早的有文献记载的创世神。封信在后世，伏羲与太昊、青帝等诸神合并，在后世被朝廷官方称为太昊伏羲氏。古书《河图沃地记》：燧人之氏，大己在雷泽，华西立之而生伏羲。中国古代传说，华西呢在雷泽湖边走过，踩到一个巨大脚印，然后怀了伏羲。有关华西到过的这个雷泽湖，目前呢在山东济宁市新太平一泗水边上的话，这个有湖泊叫雷泽湖。然后在山东省菏泽市也有雷泽的文化风景区。在山东郯城发现恐龙的足迹，然后在济宁泗水有这个雷泽湖，还有山东菏泽也有雷泽湖，这三个地方呈三角形。根据传说，华西在雷泽怀孕以后，在甘肃的天水生下了伏羲。伏羲出生日期是农历3月18号。伏羲初都于汶上，今山东济宁市西边，晚年时迁都于晚丘，今河南诸湖市淮阳区别。考古工作者分析考证认定，河南淮阳平凉台古城址和太昊故西晚丘是同一个地方。晚丘为陈地，是春秋战国我陈国所在地，至此成为太昊之西得到了初步证实。伏羲去世以后，葬在河南省诸蒲市淮阳区龙都大道的太昊陵及太昊伏羲氏的陵庙。另外，在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两城乡驻地，还有伏羲陵、伏羲庙。河南淮阳伏羲太昊陵到后世的陈姓德姓始祖陈满公陵墓仅仅相隔4公里。伏羲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，其功绩有：一、始造文字用于祭祀，起到了以往皆神祭祀的形式；第二，诸易言以易经，易经言以八卦，伏羲创立八卦；第三，伏羲龙图腾的创立；第四，教门遗烈和信仰家属；第五，变国分烟的俗俗；六，发明陶心、琴瑟等乐器，创作乐器歌谣，将音乐带入人们的生活；第七，分封官员，划地而治；八，伏羲呢是中医药学之始祖。
伏羲对华夏文化的贡献居功至伟。谈到伏羲，那一定要谈到女娲。女娲在中国神话里面是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。女娲作为中华民族创世女神和始祖母亲，女娲的传说流传甚广，不同版本，不同情节。女娲在中国神话里面不仅是补天救世、团土造人的女神，还是一个创造万物的自然之神，神通广大，化身万物，每天至少能创造出70样东西。在中国神话里面，伏羲和女娲是兄妹，也是夫妻。这幅图是在1963年在新疆阿兹塔纳发现一幅唐代伏羲女娲图。女娲姓风，也说是姓凤，又称娲皇、女英、女西施，有乔氏、风女西、凤女西。史记《女娲氏》是华夏民族人文先史。女娲的出生地的话有好几处，第一个陈集古地名，现在是甘肃省青林县，已经秦安县。第二个是西华，河南省西华县。第三个陈光，河南省水县。第四平利，陕西省平利县。第五还有其他的河北、山西等等。女娲陵墓呢也有好几个，第一个是河南省西华县一堆镇司都孔村。这个西华县这个女娲墓离这个淮阳太豪墓大概50多公里。第二个是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侯村女娲陵。另外一个传说呢，是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。女娲的出生地和陵墓都有好几处，那么说明了人民对女娲的热爱，也说明女娲当时做了很多让人感动和惊天动地的事情。伏羲和女娲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祖先，苗族、彝族、藏族还有白族那些族，还有其他民族和汉人一样，都有伏羲、女娲的传说，那证明大家都是同源。